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起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73集的节目。是的，我们这一集呢又给大家做一个童模改色的作品啊。这个官方这种手法呢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一次的话是一个镜像配色的啰嗦。它的原本的模具呢是 SSD 86号系列里头的这个，那两者呢哪一个视觉的效果比较好，这个只能说端看个人的偏好。但是呢很明显，由于这一次他用了一个橘色的透明部件，加上他这个黑跟蓝都更加的深色，还有这个金属的一个银色，所以他的这一块部件显得非常的显眼。那这样放在桌上的话，可能吧啊，你会觉得这个叫比较酷炫，对不对？毕竟连闪电的一个纹路都用上了。但是呢可能也是有一些人会比较喜欢这种低调奢华啊，甚至是这里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线条的一个流线的感觉，这青椒萝卜各有所好。那作为一个重涂的模具呢，我还是很在乎啊，就是它的一个卡扣的一个松紧度，这一款没有什么问题啊，扣的都非常的好。那整个做工来讲没有什么问题，两者最大的差别的话，我觉得是博派标志的一个位置，就是原色版本在这，但是这一次的镜像配色是扣在里头啊，我觉得非常的酷炫啊，这个做法我觉得是有加分到的。因为涂就算了，他还把它镶在里头，那一样是有一个座位的一个简单的刻画，这个应该是可以让地球人类是两个人可以搭坐在上面的。那么啰嗦的话，这个镜像啰嗦的，我就想说奇怪，他讲话会不会很慢哦？因为镜像世界的话是一个反过来的世界，那好像据说好像讲话还是一样，都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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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快的。那但是是个坏人，那镜像世界的设计我觉得非常有趣啊。不知道镜像世界的胡不奇就是个什么样的家伙，对不对？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镜像配色的啰嗦，它的一个变形过程。首先的话呢，这个部件呢从这把它给取下来，它的一个枪跟另外一个装置呢是可以分开的。那在变形的时候呢，我习惯第一个步骤呢是先把两手从这个地方给打开，从这打开，因为它的卡扣只有这里跟中间这边，它跟下面的话呢是没有一个联合点的。好，打开。接下来的话呢，我习惯的话是把这个部件啊这里推下去，然后呢驾驶舱做一个翻转。再来呢我们可以考虑呢，这个手也能够把这东西推出去。这里有个结合卡扣，把它给松开来，松开这个部件推过来卡住，这里也是一样，松开松开松开推过去，这里有个结合位点把它给卡住，两手的话呢暂时往上推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把这个脚的部分呢给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脚的话呢，它的变形是要两腿要做一个打开，但是打开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结合卡扣，上面的话呢是一个错位啊，所以在这个脚的先把这个脚给这里给打开好了，从这个地方它是有个卡扣在这里，先把它给解开，两侧都有，先把它给解开。这个卡扣这个地方的话呢，在原本的模具的话呢，如果你扣到位的话呢是比较紧实的，从这把它给掰开，好，然后呢翻折下来，这样会比较方便做一个变形啊。它的地方是从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刚在这的时候我说这里是扣住，这里是上下错位，翻下来之后呢，这里就是一样变成这里是一个扣住，这里是上下错位，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上下扭一下就扭开了。那扭你看到吗，这里它是有个小倒钩的，你扭开之后错开刚好可以把它给解开来。好，那么我们就把它腰部不用旋转啊，腰部不用旋转，然后呢在这个角的话呢有一个尾翼的部分放进去，这个部分呢可以扣过来把它给扣上，这个地方的话呢推回来原位，这里有一个齿轮关节啊， Deluxe 等级的话呢这个有一个支撑的一个关节，有一个阻力感觉还是比较好一点。那这一次由于没有中间的那个水平垂直尾翼，所以就这样就变形完成了。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手臂装上去之后做一个简单的翻转扣上去啊，我都习惯说这个是车诺阿尔法的一个感觉啊，呵呵，头是一个三尖头的感觉。然后呢这个部件的话呢转一下推到后方，这里是一样的，旋转一下推到后方啊，上中下啊，就这个拳头是需要转动，其他是不用的。最后就是把这个头给搬出来，然后呢透过后面这个松动关节把它给压到内部去扣紧。然后呢它这个脸部的话呢是做的比较恐怖一点啊，这个 OK， 有一边的眼睛呢好像是瞎掉还是怎么样啊，还有一个像是伤痕还是血迹，可能是上面是伤痕还是下面是血迹的那种感觉。那就完成了这一次镜像配色的一个啰嗦的一个变形过程。
我们呢把镜头呢拉水平啊，做一个简单的原配色跟镜像配色的对比。差别最大的呢是整个头雕是重做了啊，我们可以看到旧的一个模具，也不能讲旧，它的一个头盔的形状，这边还有它的一个五官，各位可以对比一下，跟这个新的啊头是完全是整个是全新做的。你看这个嘴巴，好像还有一点裂嘴的感觉，是不是？反正就整个嘴就变得很大。最恐怖的还是那深深的眼窝，对不对？好像是已经僵尸化的感觉。那在人形状态下的话呢，它的这一块部件，这个部件原本的模具的话呢，这个铆钉是有一点松，这一款的话我感觉又再更松一点点，其他的话呢差别都不大。那配色上的话是有一个算是比较颠覆的一个改变，但是呢必须要说这个模具的话呢，本来呢它身上这个刻线来讲，我觉得就不是很深邃啊。那以这一款的话呢，可以上面还有看到一些，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涂装吧，应该就是这个塑胶好像处理的没有很好，又像是刮痕还是什么有的没有的。如果是2011年吧左右那个时候的玩具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说它可能是厂货了，就是 QC 失败的一个东西啊。那包括这个地方啊，这个感觉就做工也没有说很精细。那因为这一款的玩具的话呢，在网络上的价格是比一般的 Deluxe 等级要来的贵一点啊、哦、但是我觉得它的一个配色有点意思，头雕啊或者是车型下的一个感觉是还不赖的。那买不买的话就端看你个人的一个偏好了啊。镜像配色的一个啰嗦，利用这一集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